十月份的天气，长沙就是总是有很多漂亮的日落。过节日的意义大概就是在节日这一天可以少很多约束，随心所欲，多一些快乐。别人说过洋节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万圣节的由来，或者说禁忌。我只知道我可以扮成鬼，和很多不认识的人互相吓唬，超开心的好吗？我们传统的节日被禁止烟花，被禁止祭祀，被非必要不离开所在地，被习俗上的要给人包红包等等一些东西，让它变得更加压抑，少了很多释放。小学生过节还要写作文呢，少一点约束，开心起来吧。冰冰冰，不要再吓我，我警告你们，我会反抗。现在我已经跟你的眼神对上了，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害怕了。啊！我好害怕呀！看我演的好不好？逗他开心的，要让他有成就感。被我吓到，我本来想等这一波。Hello NPC， 快点教我扮鬼好不好？你快教我扮鬼，我在拍视频。教你扮鬼。我当时是很疑惑的。然而调皮捣蛋只有一次和一百次。棒，非常棒，但是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。开手电筒。哇我谁也没演。当然也有翻车的时候。靠，你别走，亲爱的，快点出来。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亲爱的，我很尴尬。亲爱的，快出来。你妹的，亲爱的真的出来了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然后我们去干什么呢？去喂鸽子吧。停停停，是喂鸽子，不是赶鸽子。来一下，表演吧。还有一颗。生活终究是太难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得不扮演好的角色，总归要任性一下吧。我的任性只是来扮演一下鬼，却不敢说明天不去上班。你放一些音乐，对人就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因为我怕窗户有东西。有吗？同一个人吗？他会瞬移到这里吗？是他们穿的衣服是一样的，我一直以为就是说吓我的是路上的那个小哥哥，然后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凶手了，凶手在那边，我现在要报复他。快乐的一天结束了，鬼屋专辑在另外一篇。喜欢我你就关注我，欣赏我你就鼓励我。